一年吼，拢吃了几十只，今年拢几啊百只来咧吃啊，那较特别。因为即卖是咱的农人吼，爱咧咧开花的季节，很多蜂农拢摕这个香来这阮附近在咧放吼啊。因为吼这香吼出来采蜜的时候，伊卖吹打拢来摘水，所以吼因为咱这甘露前也水质较好诶，这蜜蜂拢安尼，蜂农啊来这咧摘水啊吼，感觉嘛是一个奇观啊呐。今年吼拢吃了几十只，今年拢几啊百只来咧吃啊呐，较特别。